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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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说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换掌。大家好，掌阿弥陀佛。今天天气吼，佫真好吼。要上课之前吼，先随意大家，安尼吼，会当陪我讲《菩提道次第观论》安尼一节，无缺席安尼。这部论，以我的看法就是真正真好。过去咱所学的物件，会当开融摄吼，啊有架构感。所以你唔通看伊每一字啊每一行，伊咧讲的内容，看下那就安白安尼。但是尊公安排安个来学习一下，和安这个架构吼、哦，有一个形式就对啦。伫安尼内心内底，吼、哦、较清楚。啊，安尼伊有啥物作用呢？你经后对，或者你阿咧看经书的时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这个是咧讲伊的道前基础，还是咧讲呢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是不是安尼？有一个归类啦。安含慢的就是安尼，组织能力真差，归内吼，这方面较弱。那就讲吼，是世间法安尼变本身，对无吼？啊，嘛有环保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这是抓绿的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迄、那个？塑胶内，还是讲瓶罐的？虽然安尼，比如。无讲足恰当，但是我咧讲就是讲，安尼内心呢，设法就是设法，心法就是心法，不相应心法就不相应心法，清清楚楚。如果啊安尼是，也随意，如果安尼是，安尼内心是毋是较清楚？伊内底所讲的物件，就是叫咱要甲人归类。啊，按要学佛，啊要做世间法，先爱有一个了解。啊，安尼按去做，做啥物物件，就较会成功。安尼心较转，各位认为呢？是不是安尼？是嘛？我会记我较早学佛的时，嘛做拍拼，却看无济，但是呢，有时间就看。几十年来，对我帮忙。有无？未使讲无，但是还是迷信，因为唔知讲佛法到底伊是要讲啥，嘛唔知讲对着镜要安怎判。俺有可能安尼个回想者，俺个咧学佛啦，俺个较慈悲个，俺个放下，俺个对人好，俺做个讲嘛对。其实俺敢有无嘛？俺对着镜个时拢模糊掉，迄表示俺对佛法无了解。迄用俺个意识去了解，啊用俺个意识去做。变成讲安尼习气呢，咧操纵安吼的行为，那安尼习气也就对，应该早来成佛了嘛，还是往生西方嘛？是安怎拢无呢？表示讲，迄一定是唔对的。无始以来，安一定是要离苦得乐，结果呢，安不得快乐，不得快乐，迄个唔对去啦。这个坎站在喺个安尼脚步停了，唔能以为讲安足够，安当拢办，无安尼啊，安尼。那个满心就造出来了，那个满心造出来对着境界，嘛是佫同款啦，是一个现象。所以为什么来得讲一句话嘛？种子即现行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安尼就唔好。那今仔要来听法，安得有始有终。如果你要讲工作上，还是讲各方面，有一挂无拄好，迄另外讲。最主要就是讲按内心即个清净的心。爱有，会当听法嘛等于佛法。其实呢，会当得到上好利益嘛是家己命。好，那按即马拍开，不知道彻底观论，
三十六页第五行，安尼讲亲近善知识。你亲近一个人，尤其选知识，按有三种的方式来亲近你。一种就是什么动机，吼、哦，爱调查好。第二种呢，安那有迄个动机吼，一定在内心有决定啊，有过程，说我亲近这个人，我一定会得到好处。会当学着物件，那安尼行为安尼深意，都要对你行，就是深意义一致的对啦，心口意吼，爱、哦、一定。所以伊甲咱分做遮尔有，有三个步骤安尼行。过去阿咪熟悉一个人，阿嘛托由别人介绍，别人介绍的中间，知影讲这个人伊较欢喜啥，阿嘛买着啥物伊欢喜的物件去甲拜访，是不是安尼？熟悉一个人，同款哦。一个选知识，这个选知识不管伊是在家人啊出家人，伊咧学佛，伊的心呢向为这个解脱的法门安尼行。表示讲，伊的心哦，对心灵上的提升，这点哦较注重。这种人呢，按特别爱较强调，因为伊无离开世间，嘛无超脱，伊超脱世间这个思想。但是要超脱世间这个思想，是不是要有世间的行为来做好？所以人讲学分哦，学到安尼，但是你做人无成功，安尼表示讲学分失败了。所以按着来看这段文哈，三十六页第五行，复如那说瓦银，如有上妙供下恶下物者，换上面也。若是尊长许业以彼，或是唯有下列供物，则无为患。伊即句吼，就是讲按咩清净性，其实按点面的个迄个动机拢讲了哈。阿未讲了，这嘛是个动机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要亲近上帝，是要拉近吼，按靠这人的距离，是不是爱有一个所谓？表示讲，哦，你都在重用的物件，还是讲，哎，法师啊，啊，上帝啊，你有啥话，大家斗下手无？安尼介低，爱找理由就对啦。啊，但是这理由爱有如法的，哦，爱调查那动机。啊，你重用的中间是不是会跟伊接触？你跟伊接触的中间？慢慢啊，人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对吧？愈来就愈熟。你看到这个显智性吼，有的人吼，伊看下足重要，啊，非常的严肃安尼吼。但是你该做的过去，不一定是安尼，伊内心是活泼的、趣味的。但是，咱拢较看外表嘛，啊，都无法当亲近伊，伊迄个门槛咱达袂入去。做这种事安尼，我有拄着做这显智性，比如讲西装的啊。大人不切，你外口看伊唔在笑，这笑就对，唔是讲话，这笑就笑。你看，做研究你要甲伊讲话，你都唔敢。但是呢，私底下慢慢来甲伊做伙，哈，有够活泼的，无像安尼想安尼，我讲互听，那无要相，那无要相信就对了。我朋友譬如讲，这个大人不切呢，阮有一边，阮走去山顶，啊，然后呢，因为伊拢在讲话嘛，啊。甲安排去山顶吼，拄好大几工啊！啊，我家己去。啊，就有一挂人啊，煮食我负责个就对啦。啊，一挂技术就煮食，啊，就重用。啊，重用个中间吼，阮伫外口去田野咧食饭。啊，突然间落雨，迄落雨你知啊？有一种个雨是较大粒无个吼？伊毋是讲足大，啊，但是雨足大粒啊。嗯，啊，拍着身躯。哎，就一直笑，一直就食物件，食好一半，一直笑。啊，大家就感觉奇怪，就甲问我：哎，讲你是咧笑啥？伊讲哦，听讲下这个雨啊，那就会叫我咧放尿同款，啊，放屎同款，白白叫就对啦吼。啊，足重个咧，原来雨吼很重。啊，安尼食饭佮讲尿屎，是毋是感觉足奇怪？吼、哦，但是你也能为伊即、這个。讲话的中间吼，看出伊真有活泼嘞。哎、欸，啊，你食到迄、那个遐个啥？遐个安有一种遐食到黏黏迄个菜。啊，无咱咧，遐个啥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吼，巧克力吼，对啊。
伊食的是，哎，拢住伫印度嘛，对吧？伊讲怎啊像迄个食鼻，那伊个那个鼻涕同款安尼。啊，你正经讲一个新型人，伊不应该讲这个话嘛，吼，迄是安想的。但你心地放伫话，当下轻松者，啊，大家趣味者，这拢不要紧的。所以讲，亲近电视者，唔是像安尼想安尼啦。你要甲伊熟悉中间哦，慢慢啊，你就接近，你都唔，你都袂感觉讲伊是做严肃。但是伊对话的用心吼，迄个一定的。所以人就一定调整家己，有当来轻松者。伊遮在咧讲呢，伊讲啊，要亲近电视者呢，按吼，这个先，这个葛当派的善知识，那说话伊就安尼讲，该低。有上好的物品，上好的物件就对了啦。譬如你要供养这个法师，要供养善知识，你有上好的物件，你可以上拜去，对不对？安尼好阿拜，那一定是无好的嘛，对不？上好的物件，你可以上拜去供养，表示讲有一种就是讲啊，这个物件我无用的，我嘛无爱，对不对？如果啊安尼是，你无爱，可要给人就对了哈。啊，以下就本色让人去坑安。咱就唔对呀，用这个来推理就唔好啊。所以讲，安尼就换三面业界，这个三面业界就是讲一密宗内底概率，迄就足严重的就对了。假使你有两项物件，你可以上卖去共用，但是这个法师伊就是介一项，安尼就无换就对了。这两边吼会互相配合安尼嘛。假使呢？伊即马去讲就对了哈，伊讲，即、这个四十五十送来滴，伊就安尼讲，甲顶管即个案例吼、哦、是相吻合的。伊就讲地主吼、哦，因为伊为着要求无尽性，即、这个无尽性呢，就是讲佛法，然后证得佛法的法身，这个果位，法身是啥呢？法身就是伊的正法。在内心里去行持，内心有道地跟灭地，就是四地里在对道地跟灭地啊，证得了这样的一个道地，这个叫做法身。因为地主哈、哦，伊去供养，伊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伊就是要来解恶弥天，所以呢，伊就来供养。如果呢，伊在迄个物品当中哈、哦，少有一挂物品，但有少几哈、哦、自己喜欢的。比如讲，家己有一款物件，啊，我去整理，啊，既然我是足介意的，啊，这个介意的物件，你可以共用，你也输掉，这是上好的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以这个物件好甲歹，伊的价值性，比如讲，这是一千块，这是一万块，当然在误差上吼、哦，会来分好甲歹品质啦。但是伊唔是刚刚讲安尼尔，佮其中面就是讲，你迄个物件好歹。另外一回代志，但是你足介意那物件，迄、那个物件就必上好个。所以共用是以安尼心来判的嘛，安伊就过去到即款来讲心嘛，是心来判，变成讲即个物件吼，伊无好，伊是伊好歹是为心来看。譬如讲一人伊足有钱啊，伊有股东啊，但是伊股东伊都无介意，伊组织，但是伊唔是讲足介意个啊。伊个另外爱一人，佮他少个物件，大家嘛起来笑算对无咯？迄人就是上介意，佮比股东佮较珍贵。你也无去人，伊也感觉怪怪，是不是安尼？即个要讲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此复若就学者方面，以是最甚积极之良故，实应如是。就师方面，则必须依不顾利养。伊即马咧讲哦，讲即个供养内底有分两个角度来分析，一个是地主，啊，一个是师长。啊，地主是要怎么做呢？地主以供养这个动机、这个心态方面来讲吼，供养财物的时候是上好积极治疗，上好的供养财物就对了。你看，你供养财物，是不是等于在布施咁款？你也能得到富有就对了。你后世人要吃吼，你钱拢免还得了呢。有人讲，哎，布施吼得富有，其实得布施得富有。是谁说的？是世尊说的嘛，佛说的嘛。你敢有法度去感受到？你感受不出来，因为伊无法度用比量吼，就分别心吼去甲分析啦。只有吼为圣人量，就是讲佛讲出来讲布施得富有，为安尼看尔啦。
所以讲吼，布施为人的，啊，你要来布施吼，你得，你得当得富有。那我请问，是不是正经人得富有？是啦，你圣人了去讲的，一定是。但是有一种人呢，伊会误解去，我去布施，譬如讲因村哦，有两栋厝，啊，厝甲卖卖去布施对吧？哦，啊是讲贷款去布施。做这，啊！你一世人啊，安怎赚？你都赚袂转来，迄两间厝拢了贷款。你讲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唔对。你布施得富有，就是讲，或伊讲，你要有一百万，你甲分做三个等份或四个等份家庭用，对不？你来教育用，各方面的都要家庭用的嘛。啊，搁一方面呢，你做生意用，生意失败时，可以当搁摕出一条钱来去用，养老用，这三个就对。春天呢，你开人来做这样代志。不是讲，互你有一个概念哦。我即马要起事，还是我要做什么代志，拢同赶快哦。啊来布施，安尼功德就大。请问你培养这种等有这种心性、这种习惯性的事，你看你一世人，你为着讲后世人要得到好过嘛吼、哦？你一世人都歹过啊，咁是安尼？啊，你歹过是你来探家，啊，你探家你较有时间，但我无用我来学佛，听无无法都无时间。你做到要死，佮兼加班，哎呀！等到存到海，也搁要听法，笨蛋啦！安尼变成一个反效果就对，这不是佛所讲的。佛讲用布施得富有，在某一个中间的迄个坎站面去做的。啊，随时安怎来布施，解救，不是讲家你归财产啊啥拢奉献出去，不是安尼。啊，安尼是你变哪变哪学佛啦？你的生活变哪过啊？对于讲你未出家，就去念佛。就会，但你要出家时有足济人哦，伊要出家哦，就是讲伊拢安稳的啊，厝拢白白拢供养出去。结果伊出家啊，无离讲啊，唔能唔能出家啥，家己也搞不清楚，要还俗啊，无厝，有这种人了吧？有啊。所以讲，这个布施就是讲，不用着一个你以后唔免为着经济，唔免为着这个物资上来咧打拼个遐艰苦，有多余的时间来学佛。这唔就是讲按布施后边动机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要得富有，如果问你，你这世人拢往献出去，献出去足好哦，你啊生活会当过安就好啦。啊，如果也袂当过，袂安怎？啊，你有这个心性，这个心事啊，造成这种等流啊，这种的习惯性，你后世人过来，你是不是赶快这个模样？啊，你布施当然会当得到富有，你后边够富有，你去从国中用就拢够无啊，啊，你去开始咧艰苦啊。那你艰苦的中间，你布施后边迄个动机，就是讲你布施供养，就是要得到啥？佛的法身。啊，你要得到佛的法身，你是要用功，要有时间。啊，怎么无时间嘛？啊，你要哪得到？所以这方面就特别提出来，让大家了解，就是讲咱咧供养布施的事，要看有看照，唔是讲以解救的一点，讲的大家迄个目标。啊，当然布施一定会得到富有，这是佛讲，这是百分之百的对。就是讲佛一个有家的讲，阿妈爱有家这个安的财产，阿、啊、来做一个分，做一个迄个分配的对。哦，这是上好的布施，比较较圆满啦。那你供养的是供这个师长，哦，这个属于讲地主哦学者，以供养的方面来讲的对，这是最殊胜。你看观世音菩萨。大势至菩萨、诸菩萨，因在因的迄个世界当中，伊的心通力去到他方世界，供养十万善知识界诸佛，是不是呢？累积功德。因为小圣呢，这个独劫，他好像是一百劫，百劫怎么修供养？所以他到最后，资粮道那最后一生的时候，他发愿以后，伊会当讲。家己拢无伫佛的团体中，嘛无佛出世的当中里面的一出来，伊生在迄个旷野当中，伊拢免有先知识，伊就当证果。因为伊进前吼，就是供养开足一时间。你看三大阿僧集劫里面讲的贤佛，啊，佮一百劫修什么相好？所以讲，这个供养，这个。这是学者吼，伊会当讲上好的资料，这个福德资料，为着要拉近以善知识的距离，为着要培养安慰心的神经来重用，
啊，这个供养后边的动机是啥？成就无上菩提。哦，这一定就是爱靠这两者会来讲。第二种呢，师长的方面，要奉供养的人，这个师长，伊必须就是一位，伊袂着为着这个名甲利，这个财物的问题。如果伊也为着这个问题吼，做注重，伊就贪而食。啊，这种呢，安怎无？先天性呢，伊应该做人的前提中，伊的条件就是伊做个修行，是不是呢？伊对教理清楚。内心呢，对着善恶念，伊判个正清楚，伊要怎行持，保持着伊的善念，这是善知识，他根本爱有的条件。所以善知识呢，爱乐修行，伊就咧讲啊咧，对于弟子呢，在财物供养上呢，完全未去贪着，这卡就是按咧讲的善知识尊重，这个尊重就是善知识。如果啦，伊按顶边咧，按顶边咧讲的正吼。相违的善知识，表示讲，这个善知识都爱修行嘛，迄个正确的。如果这个善知识伊无爱修行啊，啊，伊都爱看你，你有供养，甲无供养伊啊。啊，你啊，甲你啊，供养诚济吼，伊就甲你讲较济啊，对无？啊，看到你吼，就哪像你甲你服侍安尼就对啊。迄种就是知识安尼，啊，无就甲你讲一寡较很迷迷糊糊，安尼搞不清楚的，会乎你的来供养你。啊，这种的善知识，伊毋是一个修行的善知识，嘛毋是解脱的善知识，嘛毋是安尼做的善知识。你即马就互人了解这方面，所以了解下来，你供养伊是培养咱的善根，是不是？这一个福德助缘，啊，拉近以他的距离来供养，唔是善知识讲伊非爱这个物件不可，哦，安尼就靠一个正确的观念。这已经甲这个第一项哦，讲要亲近善知识哦，以按什么动机来拉近距离，这已经讲了。啊，即马来讲第二项。为为洗浴、按摩、擦拭及治病等，当如实战施功德等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身以安尼安尼身躯啊，加安尼话就对啦。要安怎来做呢？安这个动机已经有啊，但是安现在付出于行动，哦，这是正确的嘛？身以尘世，这个尘世就是讲行动，就是这个服务的性质在里底。哦，安尼服务伊虾米人啊？服务安尼是大人啊？服务师长啊？等等，在生与尘世当中的身，安怎来讲一个心哈、哦，一个身体啦哈。伊会当为着伊个善知识呢，甲切身躯。比如讲，这个善知识啊，因为伊都行动无方便啊，啊年纪较老啊，哦，啊连那个擦背啊，哦，啊是个廿零一个啊，啊是讲多好，伊有一挂啊，有一挂皮肤病啊，吼、哦，啊你那个。伊都破病，譬如安尼讲啊，你会当甲擦药啊，或者是讲伊的身体较好，但是皮肤比较干，你当甲擦一些油脂的物件，表示讲咧保养伊的身体就对，互伊会当咧长久注视，对吧？啊，来说啊，啊，这就是按会当为了二条物件，所以呢，这是身诶，这个方式，啊，是讲咧，伊这人老啊，有需要照顾，伊破病有需要照顾，啊，这拢是按。身体啊，就唔是用头壳想的尔啦，身体啊付出行动。所以在经内底讲哦，一个人咧照顾一个老人，照顾一个病者，伊的功德上大。迄就是安尼，何况伊是安尼善知识，何况伊是安尼是大人，对吧？这功德拢比啥较大，功德较大天就对啦。这是身体伊的简单的介绍。另外一种呢，仪就是安尼语言，安尼该讲话，安尼该互动的是安尼讲啥话。安是名个讲啊，逆可以逆，逆为受气，未使嘛，对吧？这种都未使啊，这边都城市。较早，我伫一间寺院内底，啊是一个老法师，哦啊，迄阵我都互派去遐，啊侍奉迄个老法师，啊，阮有两个人，啊是，啊阮的，阮两个人的轮流。一家一起啊！哎呀，煮饭吼，煮菜煮一个月。啊，这个法师呢，伊啊，啥也不爱食，俺当然俺爱食，俺嘛袂使煮，尽量嘛，对吧？因为煮着点香菜，阮底下煮唔是罗汉菜，就是讨论两三盘菜啊，唔是讲煮好啦，就是安尼煮甲分落去。阮在底下练习就对啦。啊，有一天，这个老法师伊要求伊个徒弟来侍奉伊就对啦。思念伊个徒弟啊，啊！即摆伊个徒弟啊，就来啊，
那耶稣底下的公安两个拢无好啊，来侍奉耶稣中安尼，安得着。啊，你看到那个书中伊也要出去，啊，我就无叫做赛车载出去了。有一天呢，伊这个伊特别拢讲嫌我两个歹，啊，确实唔那是安怎啦，我也想无，啊，可能就是无下伊的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拄下分也无经验啦，拄着伊也咧讲，拄着伊甲定一个罪安就对啦，啊，这里面不了啦。啊，我感觉伊讲无理啊，所以甲伊讲一下，啊，讲一下中间吼，可能伊安怎想啊，唔知啦，啊。啊，尾啊，伊这个地主就来，啊来的时呢，对足好。伊好个安怎呢？好个遐袂当出门，遐袂当出门，啊遐袂在食，遐袂在食，安就对啊啦。袂在食是为伊身体好嘛，哈，因为伊有高血压嘛，所以遐袂在食嘛，啊就为伊身。啊出门呢唔好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出门伊还在出去啊，啊出去的是人个出去乌白色啊，譬如讲乌去行行看看安尼。啊，所以伊到尾啊，这个老法师就讲。伊就讲呢，要甲我问啦。伊讲，哎、欸，阮徒弟当时要回去安尼，我奇怪啦，你唔是判我呢？即摆去咧判我呢？走安尼，我就知影讲一定有问题啊、欸。出家人甲在家人同款啦，你也做会过，因为阮阁有烦恼嘛，对吼，还袂完全断，所以安尼实行也无法变发现，无法通改嘛，所以相处一定是摩擦，一定有问题嘛。我迄阵啊吼，是会难话就对啦，是会，我讲啊，你唔是讲。恁徒弟做好，啊，阮无好，啊，着互恁徒弟留着啊。恁通叫伊电话啊，讲，咁叫伊留诶，着共伊叫着对，你知？啊，伊着毋爱甲我讲，伊看着我面着变变安尼。啊，迄阵着是正经安含慢啊，毋知讲安尼内心内底吼，咧激发人家，有无？要共敲着对啦。啊，即无好诶行为，吼，啊，即嘛慢慢啊，对话较了解，着较毋敢安尼。我即马咧讲，就是讲，按对着上帝说的是头头，感觉讲伊真好，迄是安尼认为。但是你甲伊做伙过，你会感觉无好，迄嘛是安尼认为。迄表示讲，俺无法通看到俺内心的烦恼，无法通来调整俺内心对法无了解，对业果无了解，你才会安尼做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哦，啊，这嘛是一个抗战，啊，为了规世人嘛，我唔知，啊，要死的嘛，去安尼念佛，对不吼？啊，祈求。其实呢，伊啊未死之前做了足大单，这个拢不如法。啊，家己无感觉不如法，因为我嘛是照拜忏，然后照拜佛，啊嘛照行动，对吧？啊，平时心是咧放啊，俺唔知，吼啊安尼，都不如法就对，俺就较无好。啊，这个生意，这个意呢，就是甲伊讲书中的何为？啊，讲哇，你足有功德哦，确实去甲安尼，互大家拢会当来信男信女，拢会来参拜。互因见过一个神经，对无？啊，你讲番哦，真舒心，讲这个话。人啊，要临终的是你啊，讲好话，讲歹话，讲好话嘛吼。你啊，讲歹话吼，不一定细胞唔完结咯，是不是咧？啊，迄表示已经堆落去啊。同款意思啦，迄个人大家拢爱听好话，啊，同款哦，按是要合分，按即马就要甲伊接着迄个好的感情，那就世间人哦，你盘落来时。得应受爱先做好啦，生理后壁较来谈啦，是不是呢？应受好，生理就无问题啦。同款意思就对啦。咱呢爱念好话，爱培养善根，爱来供养师长，安尼目的袂使用，唔对去。俺今仔甲伊做伙，就是为着啥？甚至个互伊眼念者也袂死啊，是不是呢？加做一寡工课嘛袂死啊。所以俺的目标也了定。心肝吼就稳定，做什么代志吼，你靠有一个依靠啦。你内心动机无一个物件，要恶的物件，你要依靠啥？你的心就飘来飘去啦，随着伊讲啥，你就飘一堆，讲一堆，你就飘一堆。啊，你学无物件，好，这是迄个生以诚实来赞叹的书中的功德。好，啊是讲呢，书中呢叫你讲传一挂话，去甲下骹人讲。哦，啊，你得爱去做这个代志，啊，这个都语言方面就对了。很多迄个讲讲按摩、加照顾迄种身体方面，无强调语言，这是强调语言方面就对。师长呢，心情也咧歹，师长讲伊心情歹，有可能伊是菩萨，啊，人可以示现啊，无可能对不对？你甲你起安尼心，哎，啊，你来讲一挂好话，哦，啊，讲一挂安尼。哦，这拢是语言方面的问题。啊，你啊发唔慢呢？你也能够问慢语言方面的。好，第三者呢，位于教授遵循无为，此事主要。
本身论淫，报恩供养者为依教奉行。色若随，色若悉随施教行者，若所依施引入非礼，即令作违伤利益事，如何行也？一些点上讲呢，伊就是讲依教奉行的部分。依教奉行哦，就是讲对于显这些所开始的这个教修啊，变成调心啊、业果的自见啊，或者是空性的自见、二谛的内涵。伊对这个物件吼，伊敢讲的呢，安得爱呢，袂使违背，照着伊的法去学习啊，去实现。这就是哦，师长上欢喜的。那就会四大人咧叫囡仔去做，囡仔照去做，因为四大人一定袂叫囡仔做歹的嘛，对吧？啊，囡仔去做呢，你就感觉这个囡仔乖，啊，这个囡仔行动就较紧，伊叛逆的机会就较少，啊，四大人就欢喜啊。所以呢，四大人上欢喜的囡仔，伊做了是对的物件。同款意思哦，安要解脱，既然开这些时间来要解脱，安得对法来了解，啊，你依法的了解，够你了解，你就要实现。这是书中的上欢喜最主要一章。妈明菩萨伊咧写这个本身论，本身论就是讲，世尊吼要被显佛在菩萨现的时阵，内底的事迹就对了。妈明菩萨在安尼写，伊讲对着显地上上好的报恩呢，就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其实无容易，正经无容易的。大家用心去个调查者，唔是讲伊叫你做者代志，你甲做者，安尼个依教奉行。你爱去调查你内心，真正咧宏大在是大人感官，宏大先天先感官。啊，我宏大嘅背后就是要往哪？要培养善根，未来善根。善根就只有家己爱培养善根啦。啊，我咧做嘅代志呢，就培养一个福田嘛，对吧？积极治疗。所以，伊讲哦，这是上好嘅报恩啊，叫做依教奉行啊，唔是在乎嘅问题啦，在乎嘅一个其次啊啦。看书呢，讲假若必须呢，学上师所教导的去行持。一个话来讲呢，如果呢，咱那里跟随着这个显地显显地的公生为公早行为，你来叫做早行吗？咁哎呀呢，哎啦。但是呢，这个早行的当中，如果以后唔对的所在，你是不是要分析出来？所以也他就讲啊，假若呢，你啊，你要跟随着这人恶，这个显地显。那这个显地心，伊个教授的内容哦，伊讲了唔对去，伊无符合伊这个三昧耶，伊个什么利益，三利益就对，伊无符合伊三利益，这个三利益戒就是讲别切多戒、菩萨戒、甲密乘戒，戒经讲就对啦，比丘戒，伊违背了这个戒律，吼、哦，不管是菩萨戒啊、戒律啊、密宗的戒律，拢违背就对。如果有一人违背，你爱去做吗？你一定袂使去做诶。唔是讲先天性，伊咧讲杂，你着照做，你嘛爱为思考一下。无按对伊要用哈，唔是讲伊甲你叫你着霸面做。按解学遮久嘛，是爱教你清楚，啥物叫做善，啥物叫做恶，在内心咧爱去判断者。按较袂咱戆戆啊做啦，吼、哦、啊！伊啊讲了唔对呢，按着袂使做。但是如果按若无做，要安怎呢？伊会较着讲，安尼心要安怎了？要怎麼去看，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，也他就說，毗那耶經以此說言，若說非法應當遮止。他說這個先天性，他說了不對，他說的跟違背業果，違背戒律的，他這種我不能去做，一定要內心要有笃定，這樣學佛不就比較成功，對不對？是不是這樣？如果你沒有笃定的時候，學佛不就學會對了，你的抉擇你都沒有去，沒辦法。伊也较得去讲哦，宝云亦云，其善法随顺而行，宜不善法应不顺行，故宜所教应不宜行。伊这句话就是在讲啊，这个宝云经内底吼，伊安尼讲，对于显地些各讲的显法哦，安来去行，依教奉行啊，这是霸明来做的嘛。如果伊讲的呢？违背戒律，违背了业果，这不应该去做。但是不应该去做的是，按对于这个书中所讲的内容哦，违背了戒律，不应该去做。但是，俺袂使讲吼，搁兼那个情况，是不是呢？袂使讲，这个性质就看不起，
袂当轻视这个前提者。啊，无爱去做，是不是爱无爱去做的理由啊？所以对于不应行非礼之事，哎，有一个理由嘛。伊讲出来是对点咧唔对，啊，对点咧无应该做的，安尼了解啊。所以伊下头去讲啊，伊讲本哎不应行礼者，本身论第十二品亦有明证，然亦不应以此诸礼，遂以失所不尽失之啊，不尽轻之而毁谤等。如尊重五十颂云：“若以礼不能，岂白不能不能礼？应善辞，谢而不随转。”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啥呢？伊讲这个选地些，伊讲了如果也唔对去，可能讲了收紧啊，啊可能讲了唔对去啊，有可能。伊讲了唔对的，都好像两包就对啦。阿嘛未使讲为着伊讲了唔对的吼，这点理由吼，伊对这个书中啊无尊敬。伊个看不起，伊个诽谤，袂使安尼。如果这个心态对唔对？应该唔对嘛？安尼内心已经无诚心啊，安尼共用心嘛无啊，安尼来合乎的这个心态也无看伊啊。笔者呢，我比较高，又够含慢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较配心，我讲伊这人无路用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唔捌学袂教，就开始安尼，安人就是安尼，对着健康拢袂去咧家己内边学啥，啊袂晓照顾安家己的心，啊就。唔对，拢别人安就对了。啊，做了鸡蛋挑骨头了，人大拢这都这人唔对呢，讲屁心讲无一对好伊安尼，吼、哦、是不是安尼吼？啊，安尼都无好，这个习惯来改观。所以伊就讲哦，妈咪菩萨伊就安尼讲，讲在尊重五十颂，尊重的人书中显地些，伊内底有五十个偈颂，伊安尼讲哦，其中一行，伊讲上书呢，这个书中吼、哦，伊在教导的当中呢，如果以道理吼来讲，啊袂使去做，因为违背了掉。这个概论，但是伊违背概论的中间，那么阿妈爱讲出来讲吼，阿未使做个理由啊，互伊了解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安尼要互伊了解的中间，安是不是爱甲骂、爱甲讲、讲到安尼做歹听，未使？安一定很婉转的辞谢，哦，很善巧婉转。阿公，你咧甲我讲个这样代志吼，我感觉未使，啊，所以我无要做，啊。讲话书哦，顶断对吧？哈，就是安尼讲，较婉转的对吧？唔是讲咧，拍面声少。啊，后边去讲一个话，去重用这个法师，好吧？安尼就不好。所以，安尼安得无当清净呀。好，这就是讲啊，如是清净时，亦如专言经论言，为说法分即空德，清净之事非为财，是希。塑形正法之分，啊，那么依止这个显地性，按内心的目的，爱了解，爱吼做清楚，做代志吼，就较有抗战，就较清楚吼。所以伊才来讲啊，讲按咧清净显地性，按的目的的动机爱清楚。那就为现观专念论，现观专念论的弥勒菩萨所做的吼，伊就讲啊，按为着要清净显地性，最主要为着要求正法分，法分就是佛法。就是要求到佛法吼，要来修持佛法这个部分。所以呢，因为你要修持佛法呢，一定要有古就着啥，福智二资粮嘛，有这两种的资粮，这两种福报，最后才能证得佛的果位。最主要是安尼啊，所以按清净前，这个最主要要成佛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你清净阿弥陀佛嘛是要成佛啦，是不是？感官艺术啊。啊，这个目标呢，未使要走向伊安尼，所以经营前期这个事呢，伊唔是以世间的物资、的财物为重，这点阿妈爱清楚，啊，身体性嘛爱清楚，啊，这个现实的社会，有当下就用着，有当下就吃着，对吧？饮食方面嘛，爱、啊、为着这个性命，啊，靠有迄个精神，然后来思维法的内涵，所以呢，讲这是其次的，让你法是重点。对于在迄个上书迄个先帝些个头前呢，啊，必须呢领受，啊，来受持伊个讲的话，这叫做正法之分的，对，正法之分就正法的，就讲佛法正确无误的，可以从凡夫到仙佛，最主要的道分的对了，成佛的道分，这是最主要的，啊，波多瓦云。
猜阿难陀为大士侍者，时若不知大士不着之衣，不识大士之仪食，喜一切食之大之前，则当侍奉成事大师。这个波多王哦，伊在格当派来对几个先弟先，伊在安尼讲啊，佛在这时阵啊，佛呢，伊就切甲这个阿难讲，你要做我的使者。阿难啊，讲你知道？嘿啊，那要做使者，那是欢喜到要死哦。伊唔是哦，伊就安怎讲呢？伊讲好，但是要有三个条件。你做使者，佮开三个条件呢？伊讲第一个条件呢？有足济人会送衫裤予你，是毋是呢？大事就是佛啦，佛就对。伊讲人足济人拢会送衫裤予你，啊，你个衫裤会穿袂了，啊，你毋通摕我穿哦，我爱穿。我无穿大师个佛，你个衫裤，这是第一点。佛讲好会使。第二点呢，你若食剩下的剩个菜啊，我嘛无爱食。表示讲，人足济人咧共用啦，不管是衣物。对不对？或者食物弄着解，你一定吃不起啊！你给我吃，我不爱。伊讲好，这第二种。啊，第三种呢，就是讲，佛弟啊，你讲话的是一定我爱听的。啊，我随时随随时随地哦，我拢爱听着你咧讲的话。因为我是为了合法的，伊强调我袂为合法来就对了，唔是为了价钱啦。啊，伊是安怎安尼讲呢？因为如果一个寺内底的主持，你看伫个边啊吼，迄个侍者，你袂使得失哦，是不是啊？你个得失，这个侍者，你看伊是侍者哦，但是伊是这个书中内第二大，他就咧这边的寺对不对吼？这边的寺，你看这边迄个连长啊，迄个院长啊，迄个将官，伊迄个侍者，你就惊死，我就讲。我刚才咧这边吼，啊，我内底伊就开车。啊，开车的时候，迄、那个开车的司机是在甲院长开车哦，迄比副院长较大，你要相信无？迄、那个含就对啊，伊虽然是变变含大，所以你即摆外口去哦，家己看你挂皮箱，唔通小看，你挂皮箱的哦，伊若讲一句话你就死啊，伊若讲一句话你就变起来啊，你看迄、那个，就是讲我即摆咧讲的细看就是安尼啦，那。因为这个阿难呢有智慧，伊为着要防止这种的物件发生，防止呢，让人有机会哦来供养就对。表示讲伊的侍者这个行为，伊要强调的是为法而来，不是为吃穿而来。所以呢，伊这就是要做这个模样，让后边的人去看。今仔你既然开这个时间来。就是为调整安尼内心，会当离苦得乐，会当承办呢种种的安乐，这是重点啦。所以也开始讲到这项物件。如此慎重，其意是在教诲未来佛陀揭露。我等以法全不计较，虽少许茶，悉计高低，为师心中爱不爱念，只是心内心腐烂之相。阿难尊者呢，伊这样的心中，伊开出这三个条件，才会当来受持者，不是无原因的啦。伊的用意是咧提醒、咧教诲未来的友情。伊啊做持者的时阵，也是讲来示意，吼，也是讲要合佛的时阵，伊的内心呢，的动机一定来做清楚。伊是为着法来，甚至先地性呢，是为着法，不是为着名闻利养，不是为着地位而来。哦、所以他说亲近善知识呢是随法而来，不是为了债务而来、啊、所以这点呢要有清楚、啊、我等以法全部计较，少几茶就开这个计较，就是说咱呢，我等就是说咱、啊、对法的人家这个书中的讲法了，按对方哦未记怎么样计较就对了啊，这个话是讲得对不对？啊，是咧讲着对项，啊，分呢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是安尼，我安尼认为，伊咧讲的，是不是我有认为对，还是认为唔对？有淡薄互动一下，安尼印证一下，安对这拢无得对啦。但是呢，这个书中讲，某某人啊来哦，啊，这个人送我第这个福利哦，啊，有三个人，啊，都送伊，都无送俺两个，安尼安怎想啊？书中对你较好，对我较无好，
但是看到这个外靠这个景吼，伊所做诶，甲伊互动诶平凡来看讲哦，因一定吼是做好诶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对我无好，你甲看一个，妈看一个，安就会安尼啊。如果安尼中间，安就是内心诶，搁走向安要合法诶目的啊。安看到迄个景，都要景转去啊。你讲这个书中呢，伊就讲哦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吼。安那咧合法的事，安目标迄个实践哩啊，拢无看会胖起哩啊，忘失了。所以对法全部计较，也无去实修，也未去一日就对啦。安切在意，这个书中哦，伊予地主的物件，哦，这个地呢稍是差，啊，就斤斤计较。哦，这个地哦，你看，总共有三个人好啊，伊给三种地，啊，这个乌龙地，这什么什么什么观音茶，啊，这什么什么普洱茶，啊，可能迄个是，迄个乌龙茶哦是。就命的就对啊！哦，即马就是讲哦，你看，迄、那个较好的客户，啊，较歹的客户，哦，安就有这个心无？一定有诶啦！我来讲，是毋是安尼？我今日是哦，要甲书中塞车，书中要去出去外口耍法的时，啊，叫你塞车是，哦，即个毋就是安怎接住呢？看我当提互伊叫伊塞车呢，这个司机嘛要计较，是毋是安尼？正经就是安尼啦。你若伫迄僧团内底大过，你还会知啦。你会当当徛伫迄个书中个边啊吼，迄是安尼，迄啊暴风咧吹吼，迄是安尼平胸就对啊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啊，着足侪人咧议论啦。我若一个发挥走出来时，我咧白板拢是用白板，也是讲有人要出去，拢会写伫白板顶。就阮书中要出去，吼，啊去写一个某一个人个名，我就知影哦，即个要做书记。啊，大家就咱们来猜疑啊，无话讲啊，啊，因为拢伫迄个寺院内底，也袂当出去外口啊，啊，就是大小事吼，大家拢会去扩大的，对，拢会受人受灾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你无甚物代志人去演嘛，因为你看内底的所有状况，你会看足清楚。哦，即、這个最近拢甲三样做伙，哦，是不是安尼甲提拔啦，会提升啊，是安尼就对啦。啊，目睭就会红啊，啊，心肝就会激动。对，计较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伊咧讲就讲，这个书中呢，如果较亲近这个人，也是讲上面一款物件，安就开始计较。啊，这个计较就是安怎，嫉妒而计较。啊，这个安就开始排斥，嗔心就造出来。啊，这个法无去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对法拢未去检查，反观我们的自心啊，安得样看外表咧处理代志啊？尤其呢，这做囡仔人哦。即揣摩心足重，足心就对啦。查甫个心哦，较粗哩，有人较粗嘛。啊，做那心油啊，好掠个足准啊。啊，对唔对？嘛唔对呢。不管你心粗也好，还是心油也好，拢唔对就对，无法啦。伊咧讲就是这样代志啦。啊，伊就下骹就去讲哦，因为呢，按看即个书中呢，伊咧上即个地主的少许茶，伊就开始计较吼，伊品质有高有低，有好甲歹就对啦。来判断这个书中的心中，伊介意这个人，啊无介意这个人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做地主吼、哦，心中吼、哦、内心腐烂之相、堕落之相，啥叫做堕落呢？唔对起啊，负面的啊，啊堕落就是一定有腐烂，就是讲教法无相应啊，是不是呢？啊教法无相应，唔是贪着的撑着的吃嘛，啊伊到尾也是咪堕落三恶道，所以这个相就是因啊，堕落之因啊。好，几时亲近者如波多瓦云，有一来者是加我淡，若其一二是减淡减少，难住一处亦不能成，是悉于一眼尽事中，经久休息。伊这个话就咧讲，既然先知识遐尼重要，但是亲近先知识要偌久啊？啊嘛爱有一个时间，是不是安尼讲？伊才就讲多久的时间来亲近先知识啊？波多瓦伊就安尼讲，我正吼以下做比如就对，我正有一位地主来，一位学生来吼，我会负担着家长。如果我只有一挂人已经学了吼毕业啊，啊出去一两个人，我会负担着着减少。但是地主伊咧学法的时，伊一定要有带一个所在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如果伊也住伫中远的所在，还是讲其他的所在，伊就是离开电视台较远嘛，对不？安尼呢，伊无先近先知识吼，伊的学业就对了，
伊要恶的法呢，无法当恶的性。可能呢，今仔来啊休困两天，还阁来，是不是呢？这是住伫远的所在啊，哦，住伫别位的所在，这甚至是看袂到的所在啊。啊，既然安尼讲，啊，是不是一定要住一个所在较近、较正确？伊就安尼讲，伊就开始，比如讲，既然啊住了伤远啦，伊就开始放逸啦，因为看袂到咧，对吗？有一个什么，一个什么？什么？什么环地缘的呢？就是讲，一哈，讲大很嘛吼，天高环地缘，对不吼？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大不看，你大看吼，咱像你们恁有囡仔啊，出去外口住校，啊，拢无看到，迄个囡仔怎么做自由？伊做啥拢唔知啊？啊，迄个囡仔就怀疑到要死哦，对不对？较早伫一寸拢白掉，啊，怎么自由啊？对，这心态就伫啊。所以啊，带到伤呢，伊要下法有问题。啊，带伤紧呢，可以见这个书中的过失。哈、啊，你看伊做代志惊咯，啊啥？你才开始就开始在分析这个点滴，因为带伤紧嘛，对不？带伤紧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讲怎款咧讲话，啊，是咧做啥物代志啊？伊判断拢唔对啊，是啥？你就开始来啊，因为受过熏蒸，你袂到身体就是薄啊啦。所以大修行也袂使，因为对学业咧袂进步。啊，大修行佫较会正看这个成绩的贵势。啊，今天你有经验，你若有结婚过，拢有经验嘛，对无？较早还袂结婚前哦，阿妈某是定个蜜滴恋爱期嘛。结婚的时候，感觉讲这人卡甲我想的拢无同款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有一个同学啊，因一个祖囝结婚，啊，还袂结婚的时候，伫查甫迄边较大。啊，就是安尼开始结婚嘛，对吧？啊，结婚了是无偌久就离婚，啊是安尼。伊讲较早都唔是，安尼即摆较安尼，啊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感觉你较早就看无到啊，你即摆较早，伊是伊较早，甲即摆拢无改变，那是你迄阵哦，那是目睭有哪甲砍掉，还是人有武器对无？拢唔知影，还是无人甲你教，所以你看袂清楚，唔是讲伊较早甲即摆无同款，一定拢80%-90%以上拢同款的，是上面介是困难的嘛。是家己看无清楚，啊，家己迄阵的宽容的心较强，所以讲带修远也袂使，带修近也袂使，啊，要带对，买修远也买修近，所以伊才讲远近适中的古儒的对，距离啦，较会当来长期上哦，亲近实际性，啊，安尼靠不动修行，所以有一寡吼，实际性大人无济。哦，因就讲啊，伊讲你看我足好，你也跟我大做伙哦，你就感觉无好。因为有一个生活人，伊就习惯无共款嘛吼，啊，就开始见过世啊，啊，见过世的时你就袂爱啊，所以伊看法对代志处理跟安无共款的时，安心就开始见过世啊，迄就是安尼来啊。所以就有人咧讲讲，两个人修好吼，嘛要达工吼，虽然是骂字嘛要达工，拢泡在一起，是不是安尼？迄拄着安季节病，安尼才好。啊！你啊，车泡在一起哦，人感就无好啊。啊，不如呢，保持着迄个吼、哦、很好的回忆啊，很好的相处，吼、哦，安尼，那就是安尼吼。啊，第接着开始讲了，啊，即马来讲即个依止胜利，胜利就是讲好处啦。啊，那亲近贤弟贤有啥物好处呢？这是第四章还没讲的。第四，亲近胜利者，尽诸佛位，诸佛欢喜，终不切离大善之事。不多恶气，恶业烦恼悉不能胜，终不能违业菩萨所行。以菩萨行，即正念故，功德资粮渐渐增长，悉能承办，现前究竟一切利益。第四种啊，阿弥讲的呢，就是讲亲近显地些的好处，用八行来个列下，来个解说。第一种，净诸佛位，净就是清净，就是。愈近啊，你也要成佛的愈近，对吧？是安怎呢？因为你啊，进诸佛位这点来讲，你啊亲近善知识呢，因为善知识伊的讲法啦，是不是呢？爱讲法，你啊照着法你行啊，慢慢来修改安内心啊，这个唔对呀，啊，甲佛这个思想就较相应，慢慢啊，你就能愈肯定的让成佛。所以直接靠近呢，说进诸佛位的直接靠近。佛的殿，这个佛的各位啊，譬如讲，安伫桃园要去台北，啊，我用台北这个方向、这个路，安尼行一步，甚至着
加一个管制加一步会靠近台北啊，是不是咧？同款啊，啊那依着法啊了解法这个教理啊，依着教理去实行，啊慢慢啊一步一步改，啊那实行改掉，断一分过失，一旦见到一分的功德，同款意思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在掌中解脱哦，有一部经叫做《掌中解脱》，伊就安尼讲哦，伊的传承甲口传当中哦，有两种。一种呢，因为你啊亲近先理性呢，你会当实修，会当看得到俺家己的问题，啊，作为师兄教授，是不是呢？来把它断除。啊，安尼你啊断除，就按我来讲，断一分过，正一分德，就是安尼，你就甲。清净分呢，这个各位愈来愈近。第二种呢，以共用方面呢，共用这个善知识方面呢，来拉近甲善知识的距离。啊，你这个善知识，伊一定甲这个方法、先佛这个戒章，伊会讲足清楚，伊是理念清楚嘛，你就当受到伊的影响，是不是？这个比较间接啦，比较直接的依教奉行啦，对不对？有这两种。第二，诸佛欢喜。你的清净先知性呢，这分吼，十方三界一切诸佛，伊非常的欢喜。安怎讲呢？因为你开始先入清净先知性，表示讲你有想要修法，你有想要改变内心，你有为着呢要离苦得乐，你行正法，所以一看到呢，伊就足欢喜啊，就依教奉行，诸佛最欢喜。就是安尼讲啊，在列论寺吼，一本吼叫做列论寺。列论寺就是讲甲菩提道这里观论这部吼，伊个较浓缩来讲，即嘛重大思想。伊就讲啊，诸佛的事业吼，伊最主要是以法语宣法来讲这个道理，幸福的道理，给大家听来度众生。所以众生呢，伊是听到这个法来去实行这个道理，来去看到咱内心的善跟恶，一中间会分别一对，然后来改善。所以因为佛这是上大，伊要讲的义功德。就是安尼，众生呢，如果伊也无亲近善知识呢，啊，伊就无法度，是不是？啊，安尼福报阁无够，过去佛在世时哦，啊，安那无出现，伫伊身躯边拢无啊，所以不能亲佛、亲执佛，对不？嘛无法通听闻佛咧讲的法。啊，即卖呢，这个法是啥物人甲转达呢？就是善知识，善知识伊就是佛的代表，所以你啊。恭敬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，佛伊上欢喜。那就讲一个囡仔吼，伊个爱拍电动玩具，啊，剩的人伊个交钱互伊读书，伊讲食要偷税，啊，这是不是时段上无欢喜的？伊安尼去正常安尼去读书，这四大人都上欢喜。讲完意思就对啊，因为你爱读书，你就捌字，你爱捌字呢，你就慢慢啊就社会就立足的一点。感官安那合佛教理清楚，清净心地些，伊教是甲恁讲是啥物叫做先生叫做安内心有法通了解掌握于心，靠法通控制内心，向着安尼幸福即个心来行。所以呢，这是非常欢喜的。啊，伊即嘛有讲哦，伊讲上好的供养如法供养有两种，一种呢就供养的胜利，供养的是迄个供养内底有是文章发的供养，财富的供养，对吧？生意义的供养，啊，另外一种呢，你能得到诸佛的欢喜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功德就无量。那就讲一般安尼供养四年啊，啊，你供养的中间，即个出家人，你供养是不是一个功德啊？培养你的善根，但这个功德，这个寺院内底的出家人，伊受用的是真个欢喜，啊，功德就愈大。所以有两个方面就对，安先扣分的哈，还个讲。